部落族人用歌声为画展展开序幕。台东出入部落卑南族人画家杨牧人比尼里马燕石生绘事录个人画展17号在台东艺文中心正式开展，吸引许多艺文界朋友以及部落族人参加。杨牧人希望透过画作呈现当代卑南族艺术创作能量。石生绘事录其实主要是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卑南族群，那无论是在所谓的部落记忆祭典或生活，那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系列来去记录我这个时代关于我们卑南族相关的资讯。卑南族起源传说分为石生系以及竹生系两个文化系统，这次画展主要是以卑南族石生系部落为主。杨牧人累积了近20年的艺术创作，每一幅画除了呈现卑南族传统记忆及部落生活，更将远古的神话传说故事描绘出生动的场景，每个作品都让在场的族人感到相当惊艳。看到他竟然画出这样的画，那是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很感动了。把这个文化用画来表现出来，然后用画来说话，让我们看的都很感动。比尼里马燕石生绘事录杨牧人个人画展即日起将展出至3月14号。杨牧人也表示，希望未来能带着创作到世界各地展出，让外界能透过画作欣赏到卑南族群文化之美，也让世界看见台湾艺术创作的能量。原视新闻台东市场报道。